我好多字都看不清了，我来帮你看看。 是为了不影响我，如果他没有遇到我爸爸，会不会没有这么难过？会不会过得开心一点？至少这上面发自内心的笑容是不会骗人的，阿姨曾经幸福过。 至少你们有彼此，有过回忆啊。我以后尽量不把工作带回家，多陪陪你。那怎么行？你要好好工作。不是有句话说，认真工作的男人总是发光的，让人心动吗？要是…… 你还能多一点温柔之光就更好了。这样可以吗？不只是对我，对身边的人都要这样。比如艾丽，比如萧一山，比如……萧一山？萧一山就算了吧，他自己就是个发电机。 Hello， 想要跟小爱一起共进晚餐吗？抱歉，稍等一下。今天不太方便，改天忙。哎哎哎！你看我提了这么多诚意满满的东西，你不会忍心把我关在门外吧？我今天还有工作要忙。 下班时间不准骚扰员工。跟肖医生在一起啊？不好意思，林总，其实是不打扰你们了。你看这个房间，啊，真是别致啊！都怪凌月，让你这么累。 都没有时间整理房间了，你快回房工作吧，交给我，给我半个小时，我还你新世界。刘洋，是不是特别厉害？我上次来你家就觉得空空荡荡，所以这次来呢，我就带了小爱的豪宅，还有解压神器。 顺便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厨艺，还买了一套餐具，都送你了。我不在家开火的，用不着两套餐具。那我不就是可以常来了吗？你别动手动脚了。我不太适应跟别人有过于亲密的身体接触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了，跟我见什么外？你不要总这样，再这样下去我会残废的，还好我是医生，可以自救。 吃饭，尝尝吧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好吃？我只是不想浪费食物而已。 你上回说你不喜欢拳击，那你喜欢什么？不喜欢什么呀？啊？我
喜欢上班，不喜欢下班。啊？都是凌月这个奸商，正常人谁喜欢上班啊？那你就没有什么私生活的朋友圈什么吗？我不太擅长交际。那你家里人呢？我家人都在外地，而且现在也没什么亲戚了。这不家里正好缺一个我来照顾你吗？其实，上次我扭到腰之后，你来照顾我，我的脑海里边过了很多画面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是不是两个人的生活要比一个人美妙的多？所以，你愿意让我走进你的生活，让我一直陪着你吗？我们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在一起了？对不起，我还没……好了，可以了，听说。别说什么别爱我、没结果这种话。你都没去做，你怎么可以否认他呢？没事，我等你。吃饭。你跟隔壁还是按咱们之间的价格聊，辛苦你了。没事没事，应该的。辛苦辛苦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走了。回头我把这两边都打通，咱们工作室也能扩充点面积。你干嘛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我这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面，都是对你自恋的顶礼膜拜。注意用词啊，不是自恋，是才华横溢。看出来是要做小老板的人了，说话都一套一套的。那是。悠悠，谢谢你陪我做了一件我一直想做都没有做的事情，真的。晚上又要陪大客户吃饭，啊？那我陪你去吧，你别晚点喝多人又难受，满地打滚的。不用，我不想你喝酒，就在家等着数钱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把这个拿去吧，苹果醋。你必要的时候还能拿这个以假乱真一下。放心，都能行。但是我不想走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想陪你看完流星再走。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可爱了呢？真的吗？天文专家介绍，今年流星雨将于北京时间18:22:30前后迎来罕见的上升流景观，每小时顶流在100颗左右。这流星不都是下降的？怎么这颗流星还上升了？什么叫上升流星？确实罕见。阿丽，这是不是骚扰电话呀？要是的话，我帮你接吧。这夺命连环 call 啊，一直在打。是肖一山。他惹你生气了？只是工作期间我不方便接电话。现在也不算工作吧，还是可以接的。主要是只要一接电话他就会。他就什么？只要他接了他就会没完没了。他那个人你们也知道了，话说的特别多，但都没重点。他这是喜欢你才会黏你的，上一个他这么黏的人是凌月。深受其害啊，他这个人嘛，最怕什么空虚寂寞，而且还很执着。阿丽，你其实可以花一点时间多陪陪他。不能的，
我不能分心，我的工作是保护你们的安全。可是这是你自己的幸福，你要把握住的。我是想在这里能做一个小屏幕，还有一些榻榻米什么的，就是大家可以在一起休息的。然后你再帮我量一下，大概这个沙发需要多大，或者屏幕需要多大。谢谢。行。艾丽，你真的不用一直跟着我的。明总吩咐过了，您公司装修怕你有危险。他最近就是工作太忙了，一根神经一直绷着。要不你回去陪陪他吧。不行，明总会骂我的。骂你，那你就打他嘛！你身手这么好，还怕打不过他吗？您别这么说，要是没有林总，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了。其实我之前就觉得你们有故事，但我也没好意思问，今天说说。保证你的安全的。给你推荐的没错啊！啊！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啊？别说这个月工资了，你的口粮也断了，断了，断了！我选他做保镖。这个你可要考虑好了，我这里比他厉害的人太多了。你以后就跟我吧。哼，十四号，没想到还真是傻人有傻福啊。他不叫十四号，他是艾丽。要是林总当初没把我从那个像斗兽场一样的地方带回来，可能我今天早就已经死了吧。其实你的心情我真的特别能理解，有些伤疤是没有办法彻底消失的。当你心里越能感受到美好的时候，就会越担心失去，所以就会下意识的逃避。保持距离，不敢确认对方心情的那份心意，其实是因为珍惜。我在遇到林月之前，也真的没有奢求过能像现在这么快乐，这么幸福。其实接纳一个人并没有这么难，我可以，你也可以。我要送林总应酬，我在跟林总谈生意，我在帮林总处理公务。他是不是雇了个机器人给你回复啊？线上极致残忍，线下残忍至极。其实啊，你们现在这个情感阶段已经不需要再试探了，你只需要给他一个准确无疑的答复，让他消除内心的疑虑还有担忧，再给他一个属于他一个人的仪式感，这样的话他就知道他值得被爱。怎么是你？来这里干嘛？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小爱的地方。一转眼，都过去这么久了。
嗯，是啊，还是老样子。所以，我们的关系是不是也更进一步了？嗯，可能吧。艾丽，我想告诉你，其实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但是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做朋友。当我意识到我自己把自己所有的缺点都暴露给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劫难逃了。所以，你愿意把你的软肋交给我，不再做那个刀枪不入的艾丽，让我保护吗？陨石的轨道其实很浅，它在一段时间里呢，看起来就像是要飞出天际之外，但是陨石始终是被地球的引力吸引着的，最终会靠近地球。就像我跟你，我遇到了你，你就是始终牵动着我的未知引力。笨蛋，我不是已经答应你了吗？啊？你真的忘了？啊？答应让我们好好在一起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小医生，我不需要你保护我，因为我有能力保护好我自己。不过，我愿意跟你一起试一试。我只是想到上一次这么期盼着看流星雨还是高中的时候。那次我也在，那天晚自习结束之后在学校操场上，对吗？不过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会相信跟流星许愿这种事儿。怎么感觉你不太信呢？遇见你之后我相信了。你许了什么愿望？李善，你是简单呢，还是复杂呢？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？在你面前，我就是我。那你当初怎么知道我在东角楼？你是不是派人跟着我？我是担心你，怕你出事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只是害怕你会受到伤害，我希望我能第一时间出来守住你。你就当这是一种过度关心吧。但是星儿，我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，相信我好吗？好，我信你。星儿，我还有一份特殊的礼物要送给你。礼物？
爸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样看着我？爸。哦，我们没事，阿沁呢？爸，我是馨儿。星儿啊，你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？以后别回来太晚，让爸爸担心。嗯，知道了，爸。安生啊，这是我要办基金的信息，你帮我转给赵经理啊。好嘞，你放心吧。代表参赛的名额，咱们班确实只有一个。顾万金的综合成绩排在你的前面，所以这次就让他去了。你不小心，不小心拿了奖学金，不小心得了参赛名额，你装什么烂好人啊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最有心机的就是你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把你衣服弄脏了，我赔你一个新的吧。啊，好啊，我不小心，我也不小心把你穿脏了，可以吗？我现在就跟你说，行。就是这个女人，她抢走了本来属于你的生活，毁掉了你引以为傲的才华。不过孩子，别怕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亲人。我这么帮你照顾你，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，是为了让你自立，总有一天你可以为自己讨回公道。慢慢来，别着急。那个害你的人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我该怎么跟他说？怎么说？需要我教你吗？喂，安心，是你吗？我是雨果。雨果，你在哪里啊？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有找到你。我出国了一段时间。雨果，
你过得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想跟你见一面，你可以过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我很担心你啊。我想单独见你最后一面。雨果，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！你等我。喂。安心小姐，让雨果找个偏僻的废弃楼把安心藏起来，一定要看好她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尤其是安深。还有，等林月找上门来，你们拿到需要的东西之后，让他们俩合情合理消失一阵子，处理得干净一点。总，接下来的股东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国外的投资方已经提前到了。通知一下，会议推迟。你提，林少爷，我给你准备了点东西，看看。你就为了这个？签了，不能签，林月，不能签！你别碰他！少他妈废物，赶紧给我签了！好，我签。
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立即发过来。一会儿就有事儿了，雨果，你知道你这是犯法的行为吗？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没事。太好了，我收工了，接下来报仇报怨，随你。他俩怎么办？只要一把火，伪装成情侣纷争造成的他杀，这一切都会变成一片漆黑、见不得光的秘密。你不是恨这个女人吗？机会来了，可别错过。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雨果？还不是拜你所赐。如果当时不是你把我推下去，我会这样？不是这样的，曾经导致你出事故的不是因为坠楼，是因为阿布错轮。你误杀了阿布错轮，要不才会这样的。我有鉴定报告，我可以给你看。真的，你相信我，雨果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这么多年了，你都没有证据。死到临头了，你有证据了。好，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放了他？你放了他，他是无辜的，你赶紧放了他！我求求你，他无辜，我不无辜吗？你知道这些年康复我多么的艰难吗？想到你这么没皮没脸的活着，我就恨。我现在就让你尝尝绝望的滋味。必须尽快离开这儿。算是死，也得拉上你俩。